就改成15了，桶子像酒桶那样子无法被 A。不，你们搞的那些都太浮夸了，肯定不会那样改。但是按我的想法的话，就把桶子范围改这么大就好，这合理一些，这不过分吧，兄弟们？带仙宫嘛，我怕带仙宫太弱了。你谈谈直播现状，什么直播现状？哪方面涨粉了吗？涨毛！打了一个月韩服，他妈掉了4000多粉丝，就有粉丝排排的那种哦，就愿意为你花钱的，掉了4000个，我总共才12000个，掉了1/3。刀，王都送你。就是踩不到，完了！哎呀，这个符文不行，这个符文对线太弱了，我20块钱人都废掉了。裂开，这符文对线好弱，我要带迅捷步伐，这个人头要裂开，而不是我的头要裂开。所以我还建议兄弟们带迅捷步伐，带个逼仙弓，被打的手都还不了。把他们的腰子砍出来，当心炸药桶。气在后面，往桶子这边走啊！你往那边走干嘛？哦，顾 ，man motherfucker，holy shit！ 这不能赖我。死人们，啊！我的故事。What the fuck？能把摄像头打开吗？2分钟就行。你想干嘛？年轻人，真的不要再倒了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又一个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好变态呀！这屌夫人没有操作可言。太弱了，有一个红包口令不对啊，都是1163，我查了的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眼前跳，那对我大招，我大的不用开的。下个版本船长装备都加强了，没用，那个装备没用。我跟你说一下船长他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，他主要的问题是前期对线的问题。你现在这个版本你中后期也不做啊，关键是你度过不了对线期，1-5级船长对线太难了。你那装备增强跟1-5级没有关系，没有任何关系。有什么关系吗？你1-5级你能出到陈装吗？出不了，就是纯纯的对线太弱，没有任何线权，别人想卡你线就卡你线，想清线资源就清你清线资源，想断你线就能断你线，对线太难了，别人卡你线你没有能力处理，然后你想卡别人线你也没有能力能卡得住，这种情况下你还对个毛的线，除非打个武器大师那种还能小小欺负一下。高，我操，实在是高，牛逼！船长要怎么加强才能稳？把 Q 改成近战 Q 就可以了呀，不用改其他的呀，只要把 Q 改为近战 Q 就够了，这个不算过分吧？就 Q 近战收益就 OK 了呀，不用加强其他的东西啊。但他就是不改，你没办法呀。Q 改为近战 Q， 哥们他妈直接腐败药水出门了。
了，没触发到这个西单刀，我操！近战 Q 是什么意思啊？团长的 Q 是远程收益，你不知道吗？也就是说不灭 Q 一下别人，本来是可以偷七点生命值，但是团长用 QQ 只能偷四点生命值，他就是远程收益，所以导致这个英雄本来很符合他的不灭带的只有一半效果。你团长用 Q 触发不灭只有一半效果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本来不灭打别人三十点伤害，然后你用 QQ 他不灭只能打十五点伤害。你歪了一下，烧吧！狂妄兄弟们！无语，他干嘛老抓我呢？言语毫无意义，我招谁惹谁？血肉才有分量。靠，这把没带凯旋，兄弟不要拆呀，很危险，快走！这就对了 ，Q 改成十五蓝，筒子像酒桶那样子无法被 A， 不，你们搞的那些都太浮夸了，肯定不会那样改。但是按我的想法的话，就把筒子范围改这么大就好，这合理一些，这不过分吧，兄弟们，对吧？只要统治范围改那么大就行，我觉得我不过分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哎，刀法！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好歹你洗个澡吧。我操！我的人头，啊 ？What the fucking doing？ 你又干嘛呀？啊？这个妈一直老找我呀！你这可给我狂妄起来！灵魂，又一个，知道了，我操！哎，我不太想。Rampage。错了错了错了，强心炸药桶，我操，好痛，有点痛啊，铁子逼塞纳伤害啊，我操，有高手，
又差了一丢。兄弟们，打团了 ，follow me。39成背叛。吐出来，吐出来就是一枪。哎呀，我操！砰！这么打大头就不掉血。我的心是杰作的。47的，别打好爽。这就是低仔压起身的实力 ，power， 好强力的 power。我操 ！What the fuck？ 这样子痛。长服66延迟打回国服有没有感觉流畅？你看我操作呀，看我操作看不出来吗？你觉得我操作流不流畅吗？这个东西看微操就能看得出来。又没炸到塞纳。他点我好痛啊，为什么没有雕像？雕像呢？现在都不给雕像了。烧吧，多点钱，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温。炸人脑暴击我，回家再补个穿甲，究极萌萌状态。OK， 这还不萌？100多攻击力了呀，懂不懂？119的攻击力的含金量。我操！不暴击1400。Holy shit！ 这要是有4条火龙，这不猛？